一项作业，请大家把在阅读当中不懂的问题写下来，并查阅相关资料，试着解决。你们都完成了吗？一个同学在课后给老师发来了他的疑问，我们一块来看看。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恐龙都演化成鸟类了吗？这是在读完课题之后的思考。第二个问题，恐龙飞向蓝天的看法哪种更合理？这是他阅读之后自己独特的想法。第三，恐龙飞向蓝天演化成鸟类的过程是怎样的？这又是针对文章的内容提出的问题。第四个问题，作者是怎样有条理地介绍恐龙变成鸟儿的演化过程？这是针对文章的作者写作的方法提出的。当然，姜老师相信电视机前的你肯定还有不少问题，不过没有关系，这节课我们聚焦其中的某些问题，一块儿来探究。先聚焦这个问题，恐龙飞向蓝天演化成鸟类的过程是怎样的？请同学们带着这个问题自由地读一读文章的第四自然段。请同学们开始读吧。好了，同学们，这么长长的一段不容易读明白。我想，如果把这一段分层，我们一层一层的看，弄懂每一层的意思，这样一来，我们整一个句段的意思就大致读懂了。姜老师为大家划分好了层，我们首先看第一层。地球上的第一种恐龙大约出现在2亿4000万年前，它和狗一般大小，两条后腿粗壮有力，能够支撑起整个身体。同学们，你们看第一层写了什么？不着急，我们抓住一句话或者一段话的要点的时候，我们边读可以边
什么或者谁，怎么样或者干什么。找到回答这些问题的内容，把它串联起来，就是这一部分的要点了。我们来尝试一下，那这句话当中是什么呢？不错，第一种恐龙，它怎么样了或者干什么？很好，出现在2亿4千万年前。通过抓住关键词，我们可以把它提炼成为恐龙出现。接下来，请孩子们自由地读一读下面的几层，看一看你们能试着运用抓关键词的方法概括这些要点吗？开始。找到关键词，大家可以把要点书写在自己的练习本上。待会儿我们来核对一下。同学们，你们都完成了吗？我们来看，刚才我们通过抓关键词概括要点，梳理出了恐龙演变成鸟儿的几个重要阶段，它们分别是恐龙出现、后代繁衍、身体变化、学会飞翔、变成鸟儿。怎么样，你们都概括的正确了吗？接下来我们要变身为博物馆的小小解说员。此时的你正站在我们博物馆恐龙展厅的前面，向各位游客介绍解说，你会怎样简明扼要地介绍恐龙飞向蓝天、演化成鸟类的过程呢？有没有难度？哦，没关系，老师教给你们好方法。你们看，在我们介绍的时候，可以用上刚才我们梳理出的这几个重要阶段，另外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些表示顺序的词语，这样
来完成。你们看，在这一段里，作者写了表示次序的第一种，表示时间的2亿4千万年前、数千万年后，还有表示范围的有些、有些、有些等等，还有其中。另外，还有表示转折关系的，不过另一种看法是。有了这些有条理的词语的出现，可以让我们对于恐龙演化成鸟类的过程更加清晰，让我们的表述更有条理。这不，姜老师帮助大家来讲好这一段，为大家制作了一幅演化图，我们一块来说说吧。大约2亿4千万年前，你们说？很好，继续。数千万年后，注意，有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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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说，其中一些猎食性恐龙。它们中的一些种类，不过另一种看法是，亿万年前，最终。你们看，恐龙演化成鸟儿这个阶段是如此的漫长，但是作者在文章里面仅仅用400来字就把恐龙演化成鸟儿的这个过程写清楚了。那除了之前我们说到的按照时间的顺序加上了一些表示范围、表示转折的词语，让它的条理更清楚之外，看看这一段里面还有哪些我们可以学习的习作方法呢？我们以这一自然段的第二层为例，读着第二层的内容，我们可以感受到恐龙是一个形态各异的庞大家族，与此同时让我们对于恐龙这个家族有着更加清晰深刻的认识。这样，接下来我读绿色的字体，孩子们你们来读蓝色的字体，我们合作着读这一层好吗？我们开始吧。有些恐龙像他们的祖先一样用两足奔跑，请你读蓝色部分。很好，我读的是用两足奔跑的恐龙，你们读的是用四足行走的恐龙。你们看，发现了什么？不错，这一句话写出了恐龙不同的形态和行走的方式。我们继续往下读，看看后面的两句话分别写了恐龙哪些方面的不同特点。看，还是绿色字体我读，你们读蓝色字体。有些恐龙身长几十米，重达数十吨，请你读。真棒，一个身长几十米，
重达数十吨，一个身材小巧，体重只有几千克。你们看，这里写的是什么？不错，这儿写出了恐龙身形和体重的不一样。我们接着读，有些恐龙凶猛异常，是茹毛饮血的食肉动物。请你读。真好，有些凶猛，有些温顺，有些食肉，有些吃草。这儿写出的是恐龙的性情和食性呀。看，这一个句段是总分结构的句段。作者先总写了恐龙的后代繁衍成了一个形态各异的庞大家族，然后再分述不同方面的特点。看，从形态、行走方面的不同，请大家一起读。有些恐龙像他们的祖先一样用两足奔跑，有些恐龙则用四足行走。它们的身形、体重差异巨大，请你们读。有些恐龙身长几十米，重达数十吨，有些恐龙则身材小巧，体重只有几千克。它们的性情、食性也是大相径庭，你们接着读。有些恐龙凶猛异常，是茹毛饮血的食肉动物，有些恐龙则温顺可爱，以植物为食。看，作者就是抓住恐龙行走、身形、性情这三个方面，对比着写出了恐龙不同方面的特点。这在我们说明方法里就是对比列举。与此同时，我们的作者还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标点分号，让这样的分类比较显得更加有条理。同学们，这一节课的课后有一小练笔，这一题的小练笔就和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一层意思、这一层内容相关。你看，要求是这样的，读一读，注意加点的部分，再照样子写一段话。作者是通过写出恐龙的三个方面的特点，然后对比着写的。接下来，你能不能还说恐龙，然后说出它不同方面的其他的特点呢？你看，恐龙皮肤不同，爪子也有不一样，牙齿、尾巴、是否群居等等，这些方面找出来了，再看看它们有哪些内容可以对比着说呢？有一个小恐龙迷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听听。数千万年后，它的后代繁衍成一个形态各异的庞大家族。有些恐龙牙齿非常锋利，像一把把剑；有些恐龙牙齿则平滑整齐，像一排排石头。有些恐龙皮肤光滑，
有些恐龙皮肤则很粗糙，长满了鳞甲。如果你对恐龙暂时还不太了解的话，我们不妨写一写，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的事物，比如说我们花园里的花。首先，我们要思考的是，你会从哪些不同的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呢？形态、花期、色彩、香味等等等等，某一方面会有怎样不同的特点呢？老师，请你填一填这一段话。花园里有各色各样的花，有些花儿小如指甲盖，有些花儿则……不错，这一句话是和花的大小相关的，你能说吗？正好，我们继续。有些花儿，怎样？有些花儿纯白如雪。这一个小分句又和花的颜色相关，你能说吗？正好，第三个部分，有些花儿怎样，隔着院子都能闻得到；有些花儿则需要凑近才能闻到花的芬芳。这一半句又说的是它的香味，会甜吗？当然，你还可以就花的其他的方面继续往下写。如果花你也不想写，我们还可以写生活当中大自然中的鸟儿。这是位于我们江西省的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的鸟儿，看这些大自然的小精灵为我们的自然界抹上了一层亮丽的色彩。我们先来看看这些小可爱们的嘴。看到了它们的不同特点了吗？它们的身形，接着看小尾巴，最后它们羽毛的颜色也有不一样。如果请你这样写，你会有难度吗？鄱阳湖湿地公园的鸟真是形态各异，有些，有些则，有些，有些则，有些，有些则，看着上面的这些图片，和家人开始说说吧。同学们，都完成了吗？如果
你觉得说的不错的话，现在可以拿起你的笔，在本子上写一写。注意你的写字姿势哦，开始。同学们，如果完成的话，可以把自己的小练笔读给家人听一听。孩子们，你们都完成了吗？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屏幕上，你们看，一起来读一读第五自然段吧。亿万年前，一种带羽毛的恐龙脱离同类，飞向蓝天，演化出今天的鸟类大家族。科学家们希望能够全面揭示这一历史进程。随着越来越多相关化石的发现，他们离这一愿望的实现已越来越近了。在这一段话当中，姜老师觉得这一句话我们可以提出来好好的学习。这句话写得非常严谨，看，姜老师把它做了一个替换，我把全面这个词删掉了。孩子们，请你轻声地读一读，看看你发现了什么，这个全面能否删掉。开始。哦，我听到了很多同学说，的确，一个小小的词语就会有很大的不一样。你们看，改后的句子意思变成了科学家希望揭示这一历史进程，说明还没能揭示。而课文表明对恐龙向鸟类的演化过程已经有了大致的揭示，这样就矛盾了。所以用上全面二字，它表示了科学家希望在大致揭示的基础上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揭示，获取更多的证据。因此，加上全面能让表述更加准确、严谨。同学们，这一课当中，表达准确的语句还有不少。你看，老师列举出了这些句子，课后同学们还可以再在课文当中去找一找，读一读，谈一谈自己对这些句子的体会。科学的发展需要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这里，姜老师为所有同学推荐相关的恐龙读物，也许能帮助你们解决你们不懂的问题哟。好了，今天我们这节课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